实际上这就是气，就是你刚才说的另外一种了。就是有时候以貌取人，就是他的貌和他本身匹配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也会见到很多人，他可能相貌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应该那个样子，但他的气势很好。但是呢，国外有很多这个电影拍的那些骗子呢，他为什么能骗到人？就是他把配位的假象做得特别好，就是又回到真假了。配位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他的虚假的状态，但是呢，很多内核的东西是包不住的。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，这个魏王站在这个榻后面的时候，手按着这个刀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故事的就叫捉刀人，就捉刀的这个人是非同一般的，比前面这个人还厉害。但是那个呢，要你有特殊的甄别，所以这个被杀掉的使节一定是很厉害的使节，他会忘气。你像就说这个气啊，有的人是营造一种气，对，虚假的。我对，就我现在觉得，你知道，我就多年前啊，我们去过这个一个富豪一个人家里，我发现呢，他是怎么招待客人呢？就是先是就是说，哎，你们自己不要去，我派车接你们。哎，集中的一个车哗把我们接到门口，然后那个一进去，哎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一个半小时没有见到这个本人本尊，就是咵在营造气氛，门口几个一身黑衣就是哗来这请进，然后就是说先带你参观一下，对吧？我一看门口两个罗马式的那个柱子是金的，你知道吧？啪啪，罗马那种开花那种柱子，金的。你确定他不会看咱节目吗？啊，他现在可能已经潜逃国外了。我记得我在香港去过一个住在山顶的很大的别墅的一个商人的家里，当然一进去也是给我，哎，家辉，这个董其昌哈，这个我买回来投回来几个亿，这张齐白石，一张大千，这的确很好。那可是每一张画中间呢，刚好那时候是3月4月份，刚过了春节不久，还贴着那种徽春呢、啊。在香港银行拿回来了，恭喜发财，名成利就，逆时什么什么的财色兼收什么。那我觉得你就算用常识来说，那你能够说这个是品味吗？在齐白石跟董其昌中间的超现代主义，就贴着那种横财就手，横财就手的。那所以说，有时候不用讲的那么复杂，还是回到匹配。广美、你想说什么？哦，我想说的是，其实咱们都不用着急。中国人不是讲嘛，三代为官才能学会吃穿。我们现在连一代都还不是，所以我就说，像衣服很简单，大名牌，你只要舍得。你就能够得到，问题是你买回来之后到底是你穿的衣服还是衣服穿了你。哎，一样的，这个东西齐白石，你回家之后你的气压不住它的时候，你就老被齐白石压着。所以我就等我的第三代再让他们去那个。但是不是第一代就可以寻求这个表达什么意思呢？你看刚才你们说的呀，我觉得咱们是不是聊出这么个道理，就是说呀、啊，你像刚才这个妍妍就讲这个配位的问题，嗯，我又想起啊，文道特爱聊啊，就说儒家讲这个相应，对，什么东西啊，呼应，你跟你比如说你跟你的爱人要相应嘛，才能交相感应嘛，对吗？好，你像我们的很多朋友，他们喜欢这个收藏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喜欢收藏黄花梨家具？对，这个人喜欢收藏画，这个人喜欢书法。你再推广一步，就像一个艺术家，他画这个画啊，有人说，就说我为什么要收藏这个，我不收藏那个呢？哎，有个老师就跟我讲，其实啊，你喜欢什么东西，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啊跟你相应。你实际上啊，比如说你家里怎么装修，这是你在表达你自己，你在表达你自己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脚胎，你觉得这个。比如说，哎，你最喜欢这种迷幻的线条，平常你为人呢也是这样，哎，喜欢一种迷幻感的画面，于是可能你穿的衣服，就是说它表达了你。因此呢，不管说是有钱没钱，穷的富的，它其实啊，我今天穿什么，在我力所能及的条件内，都是一种。比如说你今天都是品味，你选择穿哪件衣服出门，其实是表达你自己，反映你自己。我到你家里一看，我马上了解到。您这个人他的精神世界，比如说你是属于晚明的人，
那种精神世界，你是活在那个世界，或者说我发现你是活在啊欧洲中世纪的那样的一个美的世界，因为你家里摆的墙上挂的哎都是这些东西。所以说实际上本质上说呀，所谓这个品味其实是不是说是你这个人的表达，你寻找的是能表达你能相应你的东西，而我们也就从这些地方看到了解读你的品味，解读你的品味。所以说有的时候像家辉说的那个，你家里挂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好，你也并不真正的喜欢，你是为了彰显你的身份，这玩意儿值钱。对，当然由此我们也就了解了你的品味嘛。对，说这个女儿啊是在国外学金融的，赚了钱给妈妈订了一个限量版的这个 H 牌了，大家都知道是什么牌的这个包包了，很贵很贵。嗯，然后呢就给妈妈寄回去了，然后到了这个隔了几个月，他问妈妈说妈包好看吗？妈回答说哎呀这包买鱼真好，直接把水都装回家了，就是有点重。哎，严老师这就是弃用，没错，严老师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翻译了。对，除了说很好笑要来买鱼以外呢，我更看重的是买鱼的过程里面他怎么样拿那个包包拎着这样走去，那就是用的过程。嗯嗯，简单来说我刚举的例子很清楚了，不管那个是十万是百万，假如一个人用不恰当的方法，然后哥喝吧，那人我们觉得那个美学那个品味没有出来啊。所以说啊光买解决不了品味问题，对吧？因为还是你这个整个人一气贯通的这个人是个什么人。但是为什么我说他有焦虑呢？他又迫切的希望别人觉得自己啊有品味，有品味，有文化。那他靠什么东西呢？他只能说啊，你像这个拍卖场上，你说那个贵，你像我过去听你们说的拍卖场上有那种，有那种人叫大你一口啊，就大你一口，就是我就总大你什么我就大你一口，你喊着我大你一口，交不交钱以后再说，对吧？我大你一口，你看他宣誓身份，他找到这种的自豪，实际上真正呢，我现在觉得，哎，女孩子都比较注重打扮，但是你知道现在真是这个女性的声音呢、啊、慢慢起来了，我现在发现有些啊女性主义者啊说的我们也挺颓，就是说。整天你们要求女人怎么样的会打扮，或者这个以貌取人，看看你们这些直男癌，你们整天舔着个肚子满脸油汗，你们是什么品味？所以在网上也出来这么一组照片，被称为叫什么直男癌的 low 审美。你可以看看，这是典型事例之一，就是挂一腰的钥匙串，你知道我上中学，这个是权力的象征，这是管家的象征。你看你再看下边，哎，金的皮带扣啊、你再看下边，就是穿凉鞋穿袜子，哎，这个立领，哎，有时候家辉也这么穿，我从不这样干这种事。哎，相比之下呢，我好像觉得呢，你比如说我跟你讲，你像我这个大陆这个北方人，我自己就感觉我跟他们实际还是有点不一样的，就是说我只是做节目讲究一点，实际上就像你说的，平常生活里你知道吗，这夏天我就一大裤衩子踏了板，就是我实际上是个糙人，你们实际上是个粗人。但是后来，所以我们那个徐子东老师有句话很有意思，他就说啊，他说穿衣服啊也是对身体的一种管制。他说他当年到香港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他说香港的小孩不穿开裆裤，我们小时候都穿开裆裤，他说你看我们就穿开裆裤，它会孕育出一种什么样的调调，对吧？就是它比较就随性，它比较随性。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杨老师讲的那个气息真的是太对了。我最近呢，因为往返北京跟香港，我等于就是一半时间两边住。我在香港住了14年，我刚搬到北京去的时候呢，就由于刚刚去真的是格格不入。为什么？大家约吃饭，一帮九零年代的模特儿约吃饭，那我就觉得哇，要跟老朋友相见，就是真的是轻描淡写的化了一点点妆。去到现场之后，我也是 T 恤牛仔裤。去到现场之后，人家干嘛？你刚录完影啊？
没有，我啥也没做，我只是觉得因为我很高兴要来跟你们吃饭了，所以我就化了点小妆，我说啊，对对对，刚录完影，但事实上我没有。结果我就知道了，哦，原来以后跟我这些朋友们还有生活中的一些朋友们，我绝对不能化妆，因为你一化妆人家就觉得太正式了，有意的，刻意的，你对你太装了吧，你干嘛呀你，然后所以你一干嘛人家就说你今天穿裙子你是去录像了吧你，所以我不知道啊，就是说有那么一帮人，但是也有一帮人就是即便他去倒垃圾他还得踩高跟鞋浓妆艳抹，也有那么样一帮人，但那个可能比较不是我的生活圈里面的。然后最近呢我回来香港之后，我就又是聚一帮九零年代的这些模特儿碰面，我一去我就基本歇菜，我真的就觉得我是一个朝阳大妈，我真不骗你，就是说他们就是每，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年代的模特我觉得很厉害，就是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保持得特别的好，状态特别好，状态好之外还有那个气息，人家就是也是轻描淡写的一点点小淡妆，我就觉得我那气息上哪儿去了，都播撒在朝阳区。实际上广美说这个跟刚才这个文涛你说这个呢，比如说衣服是约束人的，中国人喜欢玉，刚才讲了说玉的感觉，我们有一个古词叫环佩叮当，环佩什么概念，就是你穿在身上的时候或者是佩戴在身上的时候要约束你的举止，你走路的时候是要有方向的，否则的话会把玉碰得很响，或者会把玉碰碎，实际上它就是特定约束你走路的品位，举止的方向，头得端正，身子不能乱摆，所以这个来讲在古代都有，就是整个的我们这个品位实际上它就是生活长期惯性。实际上品位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三个口为品，很多人说这件事儿就是品，品有很多种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所谓大家做的认可啊，所谓大家其实还是圈子，其实是有圈子，圈子，所以像我们看回看维多利亚年代也好，巴黎说当时所谓有闲阶级资产阶级出来取代贵族的品位的时候哈，居然会有一句话用中产阶级的跟资产阶级的那个品位圈形成的时候，居然是瞧不起贵族的品位的，我们一直经常说哎呀真贵族，感觉是好的东西是吧，他们是瞧不起的，说骂人的时候会说这个人的品位蛮贵族的，就是说蛮贵族的，装虚啊，用普通话可能是高大空等等哈，那个自以为了不起，没有，我们新的资产阶级，我们这个东西里面还有交换价值的，我们的这个东西那个手表这个拐杖除了说有品位以外呢还可以卖的，还可以保值的，对贵族来说这个不重要嘛，我一辈子不可能卖这个东西嘛，对于新的城市的巴黎的资产阶级是要卖的，所以他们那个圈圈哈，嘉辉说的这个圈子呢就是规矩，在这个圈子之内大家是同类，但是这个品位啊跟真伪有没有关系，你比如说我为什么讲这个事儿呢，你比方说好比啊我买个房子啊，我当时啊你这费了多大的劲呢，就是我也很同情那家人，我买的是个二手房，哎，房子是特别好，完全满足我的需要，我唯一犹豫的就是说啊，它整个这个欧式的所谓的这个欧洲的这个装修你知道吗，这个房顶啊金的，不光是金的，它房顶拿木头镶起来了，一个一个格子，然后这大个水晶大吊灯就在我的头顶，然后所有的墙都是贴着花墙纸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就觉得这个房子怎么那么闹啊，对吗，怎么那么闹啊，我说最后我下决心买下了，买下来我又花了跟他同样这个装修的这些钱，其实我才发现他这些假欧洲啊真正花不了多少钱，不花同样多的钱干了个什么呢，回到售楼标准，对，四白落地，拆了，这可能是我的个人爱好，就是全拆了全剥了，就这么弄，然后呢你看很有意思，就是这个里边反映这个中国的很多问题，就是我找的这个装修队啊是一个艺术家介绍给我的，哎，他等于说这个装修师傅呢受过这个艺术家的训练，有美术训练，所以他非常讲究精确，然后他就跟我讲他把他们全扒了皮给我回到四白落地，他来给我表功啊，那意思就是说他收的钱少，他说你知道吗，
我这个墙啊，从这头到那头给你找平，我给你抹了得有半尺厚的腻子，这说明我们这个楼啊，甭管欧式建筑什么建筑，实际上墙都是歪的。他说什么叫高档，你他说你现在看我给你这个墙面没有那个阴影，就墙是就齐平标平的。所以他说他们贴花墙纸，他们搞的这一个，实际上你就看不出来歪了。这个建筑本身，这个墙都是歪的，这个就都不是平行的这些线。那师傅介绍给我吧，我们家师傅那个毛坯房来，他直接给我摁一三甲板，直接摁上去，他不给你找平，不弄腻子，他就说你这墙不平，我给你摁一层那个。我说你每一道墙摁了这么厚的一个板子进去之后，也就是说我们家原本可能是2000尺的房子，被你这一摁完之后，剩下1800尺。这个很精确，加壁墙可以藏人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走廊本来这么宽，忽然变这么宽了。不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就明白了？哎。我也不能说瞧不起什么欧式，欧式有什么不好呢？我后来去欧洲，你看凡尔赛宫，你确实，所以那为什么你看我们会觉得中国人现在装修都喜欢欧式，但是为什么我看我买那欧式我就觉得那么惨呢？就是为什么这个实际上呢，我还真是观察过。您说这个欧式是什么造成的？我们现在近几年好多了，早几年有很多所谓国外的名字品牌的这些家具啊，包括装修，它主要用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石膏，一个很漂亮的凳子，它实际上就是拿石膏糊的，然后给你刷漆，它跟你看到的欧式是不一样的，它只有一个皮，就外边那层假皮，里边全是糊的。你拿脚一踹倒那个凳子，里边全部是那个，就相当于你买了个凳子，它不是木头的，它是拿石膏做的。这就跟现在咱们盖的很多那个新庙一样，你看也是那个大屋顶，也是那个斗拱，但是都是水泥弄的。他拿水泥倒模的，这算水泥雕塑，是吧？那就算他弄得再好啊。假如还是从用这个字，对，弃用，就是说你还要看谁跟你一块用。对，听说内地哈有些城市好像装潢成变成欧洲城嘛，不是吗？对，那房子全部叫小镇，甚至那个大门都请了一些洋鬼子假装来，戴着高帽子啊，骑着白马在守卫啊。可是你住在里面，走在那边，你看到一些居民不是那个格调，有些是很好的哈，品味着我们非常敬仰啊，可是。好多你又觉得还是拿着一个很贵的包去买鱼嘛，去买菜嘛。哎，倒过来了，我说起一些哈，可能有人觉得非常不舒服的话，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哈喜欢去日本呢？不仅是香港，内地好多朋友，很多朋友，因为我们都明白嘛，同样的景观，有时候我走在香港，觉得有些景观我眯起眼睛看也蛮不错的，某些街道日本啊等等，可是出现在那个地方的人呐、啊。你就感觉让你整体感不一样嘛，气势不一样。去了日本，不管走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基本上你看到用来这里出入的人，然后他的仪态，刚说到有没有化妆，日本女人喜欢化妆嘛，哈，老太太也化妆什么什么，基本上打扮是一种礼貌。假如我们再说到品味，就是一种礼礼貌，对，它肯定是一种礼貌。然后甚至说这种东西礼啊，不管开裆裤什么，那它有里面有一个礼的要求，对于行为举止的标准的要求。所以去日本，你知道，不仅是享用那种品味，不仅是买那种品味，也当买那种想象嘛，把那个东西买回家。去日本的快乐在于说，我能够看到一群这样的人。啊，使用那个东西，用插炉持份的身份跟仪态来使用。对，这个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就是，场景、境遇和它所有的环节。我觉得讲品味这个事情是很不公平的，因为你的生长的环境、你的家庭的经济条件允不允许你，你还有没有那个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，还有你的圈子是不是对的，就像。这个我刚才杨老师把这放我面前哦，我真的心惊胆战的，我好想进这个圈子，但我咋看也没看懂，就是我觉得圈子真的
是没有广美，你说公平也行，不公平也行，因为不公平，这绝对公平不了的。因为当你说我一开始说品味就是不同的圈圈的时候，当然有不公平的部分，等于是说有人住2000尺，我家里住有300尺哈，一样哈，30尺，我住过100，对，坐什么样的车？那你刚最后一句就对了，就是我要说，你说你也住过100尺，那现在住2000尺，中间的过程你要付出什么呢？比方说你刚说哎呀我也想进这个圈，可是我没看懂。问题是假如你要的话你可以学啊。比方说我不会说你哈，我比方说一个人走过来说哎呀我看不懂啊，只知道贵，我想进我不懂。可是不懂的话我会跟他讲，小朋友你每天把看韩剧的那3个钟头看点书，了解器物的美学，了解这个那个，不用3年，不用2年，1年或甚至半年你就懂了，你要懂领略了，慢慢再来就行了。那就这一点来说呢，是公道的。你要不要把你看韩剧的那3个小时花在这里去 acquire？ 当我们讲的品味啊，英文有个字很好的，说品味是什么样的 taste 呢？或者说文化是 acquire 取得的，你要付出的，要去学习，要取得的，不是我们坐下来说，哎，你有钱就有品味，你生下来就有品味，没有这回事。那你凭什么说我们看韩剧的品味就是不好？你这样想多了，你这样想多了太多了。我现在是说那个选择，你要把时间花在哪里？它是这一个问题啊，就比如说刚才广美提到了住100尺的问题啊，就是说，在今天社会里，更大多数的，比如说年轻人，我没有什么钱。甚至我也没有什么时间，对吧？谋生就占据了这个就权力挣扎了，对吧？那么品味这件事儿在我身上怎么说呢？实际上这个倒过来，咱们就说这个100尺真有意思。我前一段时间也看过几个这个网上的新闻，就比如说有年轻人夫妇2个人到陕西的终南山去住，2万块钱，他把屋子布置得非常典雅。实际上我认为品味在很多时候呢，它不是说一定要拿某种东西量化，而是你找到一个心安的地方。我可能这个房子是旧房子，我夫妻2个人把它整理一下，干干净净，非常整洁，和我心爱的人住在里边，就满足了刚才佳慧说的要求。和什么人，在什么境遇，旁边全部是群山，那个是不用花钱买的，全部是这个苍翠绿色的植被，不用买的。到了冬天是白雪皑皑，也不用买，但是它同样是品味。是，所以穿开裆裤也是品味，也是品味，很高的品味。想太多，但是像这个年龄就不能穿了。广场舞也是品味。那当然，我一直替他们变裤了。那种大妈美食、啊、品味，真的被妖魔化了。我经常跟批评大妈的一些特别香港的年轻朋友说：“我说你期待怎么样？假如在你眼中这些是，中老年的妇女。”你期待他们是不是不跳广场舞，每天在家看韩剧、打麻将、打小孩，去偷看老公手机、电脑？那更有品味，更健康。讲的体验很深。那他与其这样，他们打扮的漂漂亮亮、健康，然后去广场舞，大家展现他们活力。偶尔哈，我像听说还搞点外遇哈，这样当然不好，不道德。那没有，有很多时候是丧偶老人呢、啊，在广场舞上就又结新欢了。没错啊，我觉得凭什么呢？凭什么你就说那个完全忽视了大妈美学呢？当然，大妈脸。两个字已经是一个标签嘛，所以你看，就是大妈广场舞这个事儿，他们的这个争议就很显然的反映了我们刚才说的品味的转化，圈子和圈子之间的对立。对，比方说很多年轻人他瞧不上你们这广场舞，他不喜欢，他很大。你比如说，如果我假想一个，如果是一帮这个大爷大妈在这个体育场里。他跳这个拉丁舞、可能很多人就会看见，哎呀真有范儿，哈，热情洋溢，真有范儿，对，有品味，有他认同的、但是呢好多年轻人可是说穿的那个红配绿，对吧，唱着那些个歌啊，都是那个200年前的那个歌，所以你看他其实是关于一个品味的歧视，还是代沟变成另外一种代沟，对吧？但是你这个大妈是没有品味，但是实际上
大妈也是，也是有品味的。大妈也有大妈的美学，她觉得这样美啊。红配绿，开心，开放。哎，你还真是红配绿。你色盲啊你？我这分明是蓝色。哦，对，色盲。跟他约了七天，我色弱色弱。不是，就是你看，现在咱们中国啊，也许是就是说，面积大。人口多，人的圈层也是最多的，对吧？倒无所谓，有时候蛮好玩的。我讲一个例子哈，虽然很容易被人家误会，我说一定攻击前辈哈，就是想讲莫言先生，不然嘛，莫言大师夫有怎么讲啊？那句话我永远富有诗书气自华。对，谢谢。我知道他太懂我，跟他交往20年，我讲前面两个字。他就像那个自动翻译的给我明白我后面要讲什么，夫有诗书气自华，自华，对，那还是了不起。实际上您刚才说这个就是品味前面换一个字，配味，品味也是配味，它得协调，不协调的东西确实很难产生品味。我们前面叫品味，刚才佳慧说这么长一段非常好，就是配味。就那天去的时候，莫言先生的衣服和他所有的形象和他要去的场景不配位，所以你就会感觉没有品味。哎，我可没这么说，你说我来翻译的这个概念，替你说出了你没说出的话。但是哈，就是根据我这个后来又移民到这个北京之后呢，我这8年来我的观察哦，我发现就是很多的专业人士，他们会普遍，尤其是男士，他们普遍的认为富有诗书的人。是不可以过度的装修装饰打扮，否则会觉得会损坏你的专业性，是不是有这个问题？他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说的就复杂了，就是说，你看你刚才讲这个莫言，我再给你讲一个人，就比如说这个北大教授说季羡林，我们还有另一种美感，就是说在北大。说见到季羡林那学生不认识，以为是个校工，哎，老头儿，后来才知道是季羡林，永远就穿着个旧的这个中山装，对，跟个校工一样，看上去，哎，但是中国古人有句话呀，叫圣人不像，就是说衣冠看人呢是大部分一般人的程度，但是呢那些真正的。你看我曾经有一个观感，我觉得就挺有意思，就是说啊，穿的特别合适，就像你觉得特别配位，形象和衣着特别配位的，我在中国的这个演艺圈观察啊，往往啊是第二等的明星，你看他们的容貌身材都特别配位，但是你比如说中国最火的，你比如演小品赵本山，你看这赵本山老爷子他就已经到了一种穿什么随意了，哎，就你他无所谓，你甚至比如说说最有名的导演张艺谋，你看张艺谋穿什么，就是一个甚至很多时候一个运动裤就来了，身份啊，文章身份，好像我就觉得到了莫言这种程度呢，我们认为他似乎他自由了，他到了另一个程度，就是我们还有那么样的一种另一个世界，另一样的一种审美，就是他没有什么配不配了。那当然，对你这样说的哈，对，你刚说季羡林也好，赵本山老爷子也好，江一谋身份啊，我们知道某些人是什么人的话，就等于是说我们经常说李嘉诚香港。经常炫耀，你看我的表就300块而已，什么时候？我们不会取笑任何品味问题啊，因为我们知道谁是谁，他的身份在等等等等哈，他的好处在哪里哈？甚至我跟你觉得，像咱们中国古代讲这个济公和尚，济癫，不过穿西装吗？他算有品味没品味？对。但是你们说这个来讲，就是咱们真的是这个话题有时候就会越来越开。实际上，古代的时候就是有旺气一样的，就是这个人你怎么办？我说一个最简单，就像刚才这个佳慧说这个莫言先生这个状态，在汉末的时候有个故事，就是曹操，就是呢魏王的形象呢，他认为他自己长得不够漂亮，所以呢他有当时的这个蛮夷到这个都城来见他，然后呢他就换了个身份，他找了个非常漂亮魁伟的人，穿着他的这个衣服坐在中位，然后他就拿了一把刀，就是我们叫带了一把刀站在旁边，像随从一样。然后呢，这个使节呢参观完以后就走了，然后他就专门让人去问说，让他反映一下他的感官，
这个人呢就说了，说魏王一看气宇轩昂，非同凡人也，但他身边的捉刀人更是豪杰，所以这个阿瞒很快就派人追上把他杀掉。曹操哈，曹操。